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第二个套装，咱们的这个让位者套装。当你生命耗尽的时候，你会有无敌十秒，并造成两倍伤害。那这个要造成两倍伤害，我可能就我也不清楚要怎么让我死掉，但是试试看，到时候我可能会自杀。那因为你确定你自己要以自己死亡为前提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伤害吸收，不需要了。但是回忆的话，我觉得也不需要，因为你不是很需要依靠爱你，那我觉得可能用报复。那这样子的话，对手如果对把你的武器冲击掉的时候，你伤害会更高，两倍，加65%，然后再乘以2，哦，那可是很可怕的。我们来看到盔甲的部分的话，回避就不需要了，咱们换这个。因为到最后面的十秒我们要抢速度，所以我选择工程锤盔甲。然后坚若磐石，这个应该没什么好说的。坚若磐石的话，坚若磐石哦，看你的对手啦。假如说你的对手是传令官的话，我觉得带这个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我们今天对手是荒草，所以我觉得我会带捕食者，让对手血量低的时候，吃更多的伤害。那我们不需要任何减低我们伤害、减低对手伤害的这个附加，因为我们就是想死。然后第三个是一样伤害反射。那武器的部分我们会需要搭配一些攻击技能。我选择血巨人的愤怒。那因为血巨人的愤怒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烂，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带烂技能，因为我们想做死自己，所以我们带赤红。我是白痴，没关系。然后因为我们要冲高伤害，所以我选择带了狂暴哦，对。21%继续加100%伤害，失去伤害的1/5的血量，然后一样继续冲伤害的，对，95%，对，这个爱你燃烧，好，那我们就带这个样子出发，远程武器一样，没什么好说的，对，那我们就看能不能死一死。All right, let's dance， 搓，上去，下去，后踢，前踢，速度不够快，正拳，前拳一接，后拳，我有霸体啊，兄弟，现在就是落实帝国军的这个机制，你知道吗？我也不在乎我会受什么伤，反正就是跟你换血。我可能第一回合就要死了吗？并没有，我太厉害了，所以不会死。我死了，但是无敌。然后我长出了翅膀，然后对手因为反伤而死，所以我完全没办法给各位看这个200%的伤害。What the fuck？ 为什么那样子会死啊？我怎么死的？哦，小笨狗，你害我好丢脸！开个暗影压压惊。哇，按你几乎没伤害啊 ！What the fuck？ 来，过爆摔，一阶刺红，然后再来一次三阶下拳、上拳、后踢，谢谢大家。这距离就很会拉，你知道吗？我就他妈超会拉。OK， 那咱们来看到这个门徒，第二个小笨狗，咱们再来一次前，你害我好丢脸，我戳不到，过肩摔，一个后拳，重拳。What the fuck！ 哦，我直接就死了，但是我没死，因为我他妈无敌。来，你继续，请继续你的表演，请继续你的表演。我无敌，你尽管打哦，我就看反伤反不反的死你，你尽管打，好不好？哦，你不用打对手，对手打你他都会死。好意思，好不好？What the fuck？ 为什么我刚刚操作那么菜？
我刚刚明明是我操作那么菜，为什么他输了 ？What the fuck?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You fucking idiot! You idiot! Okay, idiot. Do you understand me? Suck my ass! You fucking jerk! Die for little god! Okay.啊！我错啊！啊！暴击！我错啊！起飞喽！意思好吗？这真的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吧？这个，我们来看看门徒谁能与我抗衡，顶尖对决。来一个戳，后拳，正拳，前踢踢过肩摔，没摔到没关系。哎，对你尽管攻击我，哎，我看我能不能烦死你。没关系，你继续，你快乐就好。对，你快乐就好。哎，对你快乐就好，你快乐就好，好不好？你快乐就好。干他到残对手到残血的时候，根本吃一个攻击就直接死。我刚刚看到了他血量还有一大块，我那后踢踢他头暴击，然后再加上我捕食者，然后还有这个套装效果，再加暴击的这个倍率下去，直接归零，严重啊！这个太癌症了吧？另类的癌症，你懂吗？另类的癌症。上拳抢速度，下拳拉距离，没成功。不过没关系，我们有个霸体。过肩摔他，然后一个重踢、斜踢、飞膝，不好意思，然后再来都一个飞膝、正拳、下踢、后踢、上岸移，差不多该触发我的这个捕食者了。啊！拉起来！但他没死，然后我们可以再戳一下。谢谢大家！真的，这套装无解，我不知道，可能对手现在比较平衡。那伤害真的是爆高啊！我的天！来，您随意，您随意，你就不要让我把你的血量打到20几%，好不好？你最好就不要给我血量掉到那个地方，不然我跟你讲，吃不完兜着走。我跟你讲，完了，我要死了。没关系，我们利用霸体。完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操作好菜哦，干！我不应该这么早死。你刚刚看到那个伤害量吗？那伤害真的很高，但是我自己死太早，然后后面有失误。不然我觉得我甚至刚刚那样直接死掉，我都可以直接带走他，太恶心了！这个最后十秒，来，跟他一起开暗影好不好？反正我的暗影不值钱。来，一个过肩摔，飞膝。上拳、下拳、前拳拳，戳一下，上拳，哎，没办法抢速度，没关系。他想要拖时间，你知道吗？就很明显，但是我伤害太高了，所以他吃我两个攻击就惨了。What the？What？那真的是跟他换血，你知道吗？帝国军的宗旨实现了胜，这叫什么？让位者，好，实现帝国军最重要的宗旨，换血。我就这样跟你后拳，我也不动了，我也不跟你演了。完了，我要死了。我秀翻我自己啦！不是，太好玩了，你知道吗？太好玩了。你知道当我被对手拿到2分的时候，我应该说什么吗？
法奇尔卡玛牛逼，然后我就赢了，你知道吗？我已经赢了，我已经赢了，我都不看，我 spam， 我都赢了。What the fuck？ 为什么还没赢？为什么我还没赢啊？问你啊，干你！为什么我还没？为什么 ？What the fuck？ 我奶要不要赢？啊啊啊！怎么你怎么残血了？我不是全程被他打吗？他怎么残血了？什么反伤哦？刚刚是反伤吗？他是反伤回去，然后还两倍吗？是这样子吗？是这样计算吗？有这么恶心吗？有吗？我问一下，来一个这个攻城锤，然后再一个后拳，然后再一个后踢，然后再下踢，没关系，没关系，让你打，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飞膝后踢，哎 ，nice。长跳踢喷头，上岸影，重踢上岸影，下踢后踢下后岸影，失败没关系，有个前岸影，远程，哇赤红，跟对手换血喽，哦触发了圣这个叫啥，这个让位者的东西，啊他死了。只要我霸体出得来，他真的不用玩。或许用大漩涡是个好选择。大漩涡，癌症啊，兄弟，癌症，真的是癌症。